道峰真的厉害，真的厉害，真的厉害。等一下换我们两个对决你们的投手。球嘞！呜！再一次、啊，不算的、啊，你都不小心接到了。再一次，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我们为了要得到最好的画面效果，我们可能会打到天黑哦。做人了，太无知了，这点我回去再好好教他们哈，好不好？你差一个二垒安打就被完全打击，写卡哦。大鹏真的厉害，真的厉害，真的厉害。等一下换我们两个对决你们的投手。没关系啊，我没有那么厉害。哎呦，哎呀，哎，启帆，要上去打击了，是不是？对啊。你现在是怎样？临时抱佛脚，希望他会有像这个球一样速度的球。我觉得有点难哦。欸，我跟你讲，待会齁认真的对决三人次。好，你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看来问题可大了。准备好了是不是？没有啦，我觉得再练太多好像也来不及了。再练太多来不及了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好就上了。好，好不好？那我先来是。对，好，你先来，我们一人三人次对决。好。我多凹到一球了，好烂的借口哦！哎，修来，不用跑，不用跑，这两人只有最后一个人是在跑。对对对，这么累干嘛？下一个不用跑。哎呦，他小看我啊！不会啊！哎，不要这么中肯吗？太快了！打者可不可以啊？打者。一样的来。先让我集气一下。一样的来哦。有了。我有在选呐、啊，我有在选球。这个很好。哎、欸，烧焦嘞！哎呦，这球漂亮啊！这是拖网是？拖到。错啊！刚被三振了。对啊。真的。哦，两打席一安打。好啦，可以下来了，不要再演了。太丢脸了。你刚刚是根本不想动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有动哎。我很想追球，但是没有球可以追。哎，不是，高不给高哦。有了。准备。哎、欸，我刚刚就是这球被三振的，这样有，没有啦，你膝盖刚刚跪在地板上啊。阿杰，怎样，唐哥怎么不打了，唐哥？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从台南城棒队特训回来的。特训重点是我把我抱进去，吉祥物吗？好、哦，来邱伟，来邱伟，他想打我、啊。差一点哦！哎，哇！一 K 了，我们现在平手了，我一 K， 你也一 K。OK， 叫投手赢了，投手两 K。不要骗我了啦！他们超烦的。哎，是哦，是哦，是哦。真的是需求。水恩，哇！来滴！太出力了，太出力了！唐哥，你先看一下右外野，右外野站到哪里？你明明就左打，右外野大概在草地出来一点点而已。外野还有人呐、啊？不是吧？哇！漏接！三支零，再一次、啊！不算啊！不好意思，请问可以再打一个打席吗？
可以吗？比甲，可以吗？啊，管理管理管理，他是不是想砸我？没有，我觉得他可能想讲的好球。这不是好球吧？哈拜。注意哦，我还注意哎。OK OK， 炸完。乱了、啊，你真的不小心接到了。再一次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我们为了要得到最好的画面效果，我们可能会打到天黑哦。这个听说是他们的王牌投手，王牌投手，我们又王牌投手，刚刚没有丢出来，对不对？刚刚那不是王牌投手，他们王牌很多。哦哦，刚刚也是小王牌，对，我们小王牌就打不了了，我们这是大王牌，我们还要一起打怪。那你们确定要打一个打席？一个打席就好，是真的有要打的一个打席，还是站一个打席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还是你们要站？什么叫做站一个打席？刚刚谁就是站两个，哪一个就是站一个打席？没有好球不能打。对啊，有些是他们捡的好球，那我们不算啊。对，那不算，那不算，不算啦。我是以我们的自己的好球带为止，每个打者心中都有个好球带。嗯，讲得真好，對對對對，哇！对，这一带我被三振也不意外。哦哦，危险！阿贝，去啊！哦，看到很累了，没有好球打、啊。是没错啦，这打席是这样没错。对嘛？还是这样没错。这是最后一个打席。我不会再赖皮了。OK OK， 哎呀哎呀，有机会吗？有机会吗？啊！好强啊！这样跑还来不及。来不及。游击手太强了。游击手是。对。是哦。明星球员孟廖少奇，对，太强了。我本来还想说游击手，反正都打不到，应该已经气息息骨了。嗯，哎、欸，刚那个突然的弹跳球，哇，他接得真漂亮。嗯、他突然唰，我看得好难过，因为我要出局。那今年的代表队，对，就是小马联盟那个，对，刚拿到，因为。还有一个华南金控，也就是大家俗称的 U12，对，这个我们要，这个对，也打进四强了。那他也是算明星队这样出现？对，也会到时候也会采用明星队的模式，就练队。也有面临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招生断绝。对，少子化了，就是五年级这个部分，目前学生非常的少。蛮欢迎，就是在我们湖北属新店嘛，中永和地区的小朋友，如果他喜欢棒球，然后也愿意学习那个团队精神，我觉得也是要从周边的学校，或者是真的对棒球有兴趣的球员，然后我们来取材。对，现在很多学校面临到的问题，很多都是到断层。六年级一毕业，哇，四年级没了。哦，四年级衔接不上来，五年级战力上就会有一点破窗。对，那也希望说新北这边的学校，对，你真的是小孩子打棒球，哎，你觉得他打得不错或干嘛，你可以考虑到大风。对，或是想要冠军的话，五年级可以准备转校。是这样对吗？对，可以吗？转校也欢迎吧，欢迎，就是中永和新店地区的其他学校，只要他有兴趣想要学习的，我们都非常欢迎。哦，来试上一下都没关系。来试上，所以有试上的，有这个机制，对，来适应一下环境，了解一下是不是他想要的一个训练的模式。对，所以试上的课通常都会比较轻松，就是跑掉。哎，不是。哎，你小朋友来练球，我跟你讲。5点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发麦当劳，你要吃汉堡，买给你。其实我希望大家能够来体验棒球，学习棒球，有一个重点就是，也减少他们3C使用的时间呐、啊。我们的学业成绩其实说实在蛮优异的，因为我们在他们比如说考试前
前啊，都会先个别拟定一个他们的基本的目标。对，啊，目标拟定出来之后，我会希望他们能够朝这个目标的程度去达到。那他来这边学习棒球，他没有透过课业当培养他思考能力的话，其实他在球技上进步的程度也会有限。对，毕竟打球不是只是一个纯粹的体力活啦。对对，是很需要。而且听说大丰国小暑假还会有安排到去花莲移师训练。对，我们历年来我们在暑假都会安排一个到花莲的异地训练，顺便做一个交流啦，交流啦，增广见闻这样。异地训练这一块，对，教练这边还有其他的就是小朋友充实小朋友课余的活动。除了异地训练之外，我们其实像往年都有安排一些出国的交流。出国？对对对，像我们之前会去大陆啊、香港啊，会做一些棒球的交流。那相对像日本、韩国，他们每年也固定会来跟我们做交流，然后来到我们的球场，然后做一个两天的一个比赛的交流。所以这样是不是缴队费都比较贵？也没有我们飞出去的话，他那边会招待我。落算是落地招，对，落地招。对， 對， 對，像说到大陆比赛好了，那大家最喜欢看的就是球队的自我介绍。对，赞你。毕竟不是球场上面的交流，可能我们在吃饭啊，或是在晚会上面，其实就很像球员之夜。对，就像球员之夜。然后重头戏就是他们要上台跳每一队的账。每一队都有，每一队都有，每一队都有。我们大丰国小的账目就是蓝波老师编排的，对，他蓝波老师亲自操刀的。对，还好他没有叫我们运动风的队也要这样子的账目，哦，会花你啊，跳完就。那刚打我的那几个出来，几个跟我对决的。等，是真的，是打太远不行，是不是？不是打的真好，打的真好。不是，你再问下去，可能全部都出来了。对，三振我的也出来，先打几下。你又打爆他，你也是投爆他。教练这样对吗？没有赛前没有先讲好，说不要打那么远。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大丰国小当家游击手。当家游击手。当家第一棒。是大丰国小第四棒黄佑杰。黄佑杰，那你是苏永军，我守一垒啊。那你打几棒？我跟你讲，就是他啦。第六棒。打这么远还打第六棒？投内角变化球，给我打到墙边。我先不想看到你，来下一位。我是大丰国小十六，然后手捕手。手捕手，手捕手。那投手他球还那么快哦？投手这么快是什么意思？你们一个捕手球速比投手还快，合理吗？我是大丰国小台南投，然后手一垒。台南投，所以刚刚你也丢了。对。他我也觉得还好啦，我觉得刚刚我有打到一球游击手那边，小哥接得非常漂亮，他突然反应就这样子就接起来。没有，帅哥有加持。谁是帅哥？你们都是啊。哪两个？等一下，哪两个？谁帅？都很帅，都一百分。我跟你讲，他爸爸更帅。哎，教练，你们三个谁比较帅？两个一百分，这个87分比较高。好啦，今天我们来大丰这边对决，我觉得有看到小朋友的实力，我真的是很强，真的太强。尤其小哥的手背没有话讲，然后还有那个很顶尖手，那个捕手的投手，那个捕手投手，他啦，哦，又外野又捕手又投球，被捕手耽误的投手了，太可怕了，这个太可怕了。那我们今天很高兴来到新店大丰国小，是对，那我们大家一起，等一下野球 TV 是给你的，野球 TV， 耶。你平常很常跟你爸对决吗？蛮长的，蛮长的。那通常谁赢？几乎都我赢了，几乎都你赢了。刚刚是失误。OK， 好。